诗篇第112篇，一节，恁就俄罗耶和华，敬畏耶和华，大欢喜伊的命令的，这号人有福气，伊的后代伫世间的确强盛，正直的人的后代要得到福气，伊的家内有血蜜，有钱财，伊的公义尊到永远，正直的人在黑暗的中间，有光对伊发现，伊有恩惠，有怜悯，有公义。五节，施恩予人，祝福人的，这号人代志顺利。伊受审判时阵，要说明家己的事，伊永远无摇转，伊人受纪念，直到永远。七节。伊毋惊歹消息，伊的心坚定，我靠耶和华，伊的心自在，拢无惊吓，直到伊看起敌人受报应。伊施舍钱财，救济善良人，伊的仁义存到永远。伊的脚要得到牙齿，大有荣耀，歹人看起就恼恨，的确加个切去。来消灭，歹人的心愿要归地无。